沙利光 MC 俊 AKA MC 俊，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里呢？因为 CPBL 找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棒的表演，请到了台湾最厉害的 DJ， 我们现在就要去 DJ 正南的工作室突击他。正南就在这后面。这一次 CPBL 找了他，在我们的中职明星赛之后做了一个很棒的 DJ 表演。你做了什么样的表演要给当天的观众？我会带来去年冠军跟前年冠军的一些小小的 set。 可以哦，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表演。7月27号新庄棒球场。7月27 CPBL 中职明星赛的新庄棒球场，我们当天见。 Fight for Taiwan。